小混蛋！是我打了，我比他黑多了，多是。张峰跑了，你可够黑的。我受够了你对我这样的折磨。来呀、啊！全部开枪验货，不肯离婚。你死了，我现在就是个罪人。我这次是免费辩护。你太天真了，这小子有问题，犯的可是死罪。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是。我不该让阿强干这事儿。黑社会背景的犯罪集团，我屁就放了。为什么呀？事实的真相。什么叫犯法？谁让你们去的？想拿我的儿子开刀？这帮王八蛋！没看错。诬陷！王队有消息了，羽泉别墅区有人见到过赵志刚。王队，咱行动吧，都去换便装，一块去看看。是是。肯定是这片别墅区吗？肯定是这片。是哪栋楼你还记得吗？不过具体哪座楼我倒记不得了，再往那边拐拐看。当时搞人口普查，要求户户上门不漏人。对，因为这别墅区你们也知道，这房主不是经常回来，所以我们告诉小区的保安，要是房主回来的话给我们随时打电话，我们过来登记户口。那你看见照片上这男人是什么时候？10天前，因为保安打电话说33号的房主回来了，所以我就上门登记户口去了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哎，没人呢。哎，衣服还滴水呢，是不是出去了？不会啊，昨天晚上还有人住进去了。是吗？怎么会没人呢？哎，停！就是这栋楼。这栋。咋办，王明？哎，等会儿，关上门。怎么？咱们人手不够。你怎么能够确定照片上那男人就是赵志刚？还有，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？这人长相太凶了，谁见了都会记住的。这么说吧，第一次我去吧，家里没人。因为这次人口普查要求的非常细致，户户不漏人。后来我又去了一次，哎，这次留了个心眼儿，在门口给碰上了。你找谁呀？这房子主人在吗？你等一下。哎，你好，我们是居委会的，现在搞人口普查，您的户口在吗？在。哎。那你住谁的房子啊？怎么？我记得他的样子，印象非常深，肯定不会错。后来他说他户口不在这儿，并且说在户口所在地登记了，所以我也没有深问。所长，这个点先帮我们盯一下，挂上外线，这两天我们再过来，好吧？放心，王队。没问题。不是，张总在吧？
干什么？张总正在钓鱼呢。哎，我说，你怎么总那么会找时候？聂总吩咐，贺清明的事儿找张总，这小子恐怕要动了。张总，贺清明昨天一夜没有回家，跑到海关写了一夜东西，怕是要出头了。你辛苦啊，公司里要都是你这种尽心尽力的人就大有希望了。小瑞。哎，张总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你去看看那个肖云柱啊。哎，好嘞。阿三。哎，这事儿告诉聂总了吗？没有。也好，这本来就是我跟他的事儿。来来来，哎，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，挂在哪儿了吧？哎，陈汉，你们亮亮，你们怎么上这儿来了？我给你做领事啊。嫂子来了。你好。啊？今天是个特殊日子，你忘了？什么日子？亮亮，祝贺爸爸妈妈结婚10周年。哎。龙腾出了人命案子了，真的没有时间了。这样吧，我晚上回来，你等我，我这里早点回来。哎，郑汉，龙腾出了什么人命案呢？跟明有关系吗？你能告诉我吗？再说吧。哎，等我。也有段日子了，换套衣服吧。怎么着，云柱，吃点啊？不过别太胖了。我已经受够了，你说你们这儿好吃好喝的伺候了爷要干嘛啊？是让爷临行啊，还是让爷卖命？说清楚了好吧。天天让爷这么待着，想干嘛？别把我惹急了，掀翻你们！要绝食是吧？随便你。但是要是我的话呢，得有吃吃着，有喝喝着，什么也不想。反正这个事情呢，迟早有一天会告诉你的。反正其他的呢，我不能说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公司准备派你一个重要的用场。这就对了，乖乖的听话还是坐下了为好。不过我可以跟你说句实话，快，啊，对了，云柱，别那么急躁，还是好好的保养自己啊。你看，这是公司给你准备的小姐，好好的享受。唐阿姨，这可别淘气啊！听见了，小姐。哎，你好。这单生意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！哎，进来。哎呦，嫂子，哎，那好，就这样啊，再联系。好，忙死了。叫婶儿。亮亮，乖，来，坐这儿。来，你这脑子忙。嫂子，你来有什么事儿吗？这件事儿我不能直接和明宇说，我想如果再不想办法，明宇会出事儿了。啊，小李。带亮亮出去玩啊！亮亮，跟阿姨去啊！不许淘气啊！去，来，拿着帽子。
电话啊。明宇出什么事了？我说不清楚，反正听郑汉说啊，让他们调查明宇公司的杀人案，挺严重的。我怕他们兄弟俩因为这事闹僵了，我赶紧和你想个办法。你说怎么办呢？杀人？有那么严重吗？真要是这样的话，我想明宇也不会听我们的劝的。那嫂子，大刘那边能停止调查吗？这可怎么办呢？现在唯一的办法，我只有去求老爷子了。你去试试。嗯，只能去试试了。好，哎，木林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妈妈，一块吃饭。来，怎么了？又出什么事儿了？爸爸，妈妈，有些事情我必须跟你们直说了，我不能再瞒你们了。我希望你们过问一下明宇的事情，如果再不过问的话，恐怕就要晚了。怎么了？今天丽敏来过我的公司，她没有直说，但是我听出来了，现在大刘他们在调查明宇的事情，而且他们已经掌握了明宇犯罪的证据。如果你们再不管的话，恐怕他就要判刑了。你听谁说的？昨天我碰见老陆，他说刑警队拖着明宇案子不办，那是因为过年太忙了。爸爸，那是大刘在找借口。他们没有一天不在调查着他的事情，而且他们已经掌握了他的确凿犯罪证据了。这么说，明宇真的干了坏事？是真的，他现在没有被抓已经是万幸了。明宇呢？快把他找回来。你先别着急嘛，先听孟玲把事情说清楚。你掺和什么？你掺和什么呀？什么叫我掺和？他是我儿子。好好好，现在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啊。好，来，听孟玲。是，你说你说。你们俩别吵，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我想现在能够帮助明宇的人只有爸爸，而且唯一能够救他的人也就是你了。明宇究竟干了什么？是杀人了？放火了？犯了什么法？手下的人杀人。你给我说清楚了，什么时间，什么地点，谁杀了谁？爸爸，你就相信我吧，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想办法来救他。你知道吗？其实在这个家里最恨明宇的人应该是我。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以来，他从来就没有把我当过女人，我是真的恨他。可是爸爸，他毕竟是我的丈夫，是您的亲生儿子，你现在一定要想办法，只有你能救他。你现在还在位，你有权利，你为了你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你就用一下你的权利吧。而且我们也会劝明宇的，让他不要再这样继续下去了，我们一家人以后好好的过日子不是挺好的吗？爸爸，你想延续生命的人不就是您的儿子吗？等您退位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还有谁会认识你呀？如果您再没有了名誉，没有了个家，您的这一切都值得吗？你想想看，这几十年你为了保住您的名声，您都得到了什么？爸爸，我求求你，你就救救明宇吧，啊！
喂，毛毛，材料我写好了，我准备把它交给刑警队。你终于下决心了，太好了。那你赶紧把材料给我寄过来吧，我想办法送上去。公安部和中纪委的领导我都认识一些。我看还是先交给刑警队吧，他们正在调查龙腾集团，这些材料可能对他们很有用。天都市有很多人都卷入这场走私案，那如果公安里头有人跟他们串通一气怎么办呢？我见了他们王队长，人很正，是个办案的人，不然他们不会半夜闯到码头进行调查吧。我先跟他们联系一下。那好吧，那您自己千万要小心一点，我过一段时间就要去天都市了，咱们见面再聊。好，再见。王队长吗？夫人，你们雨在吗？叶总他现在正在工作，他不希望别人打扰他。我要见他。这恐怕不行。告诉聂明宇，说他老婆现在就要见他。聂总，夫人来了。聂明宇，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，我去求你爸爸。我不是为我的事情去求你爸，而是你的事情。告诉你，刘正汉在追查你的事情，连你的父亲都不愿意去替你说情。我一定会想办法，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难关，好不好？聂明宇，你混蛋王八蛋，都到了这个时候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？我求你帮我了，你帮得了我吗？你还是回去吧，别在这打扰我啊。
想说，张志明没有告诉你。说什么？我每个月呢，只拿5000块钱的工资，车呢，还是他原来偷的那辆旧赃的呢。再说我上下班接你，那不是。严重到什么程度？哎，会不会真要他的命啊？你又啰嗦了，你少啰嗦。孟林刚才说的话，你又不是没听见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是咱们的儿子，咱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你不救他，谁救他？他也是我的儿子呀，我怎么能见死不救他？但是我得见了他以后，知道他干了些什么，才能决定怎么救他呀。那明天赶快把他叫回来。不行，我必须单独见他。别蒙我，我没。林明宇，林明宇，你下来！振汉哥，我跟你说，你下来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今天的公司有事，他还没回来呢。我作为刑警队长，我今天是不该来的。但是我们俩是兄弟，我必须要跟他说清楚。你下来！振汉哥，你冷静一点，你听我说，明宇他还没回来呢。别！赵志刚是你们公司的保安队长吧？他出事了，你知道吗？下来！下来！我这是顶着来一来的，要不然你这个狗命就保不住了，神仙都保不了你。你别说，你别说，你喝点水。我凭着跟他几十年的关系，我一定要跟他讲清楚，他是惹大麻烦的。那明宇，你惹大麻烦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神经病了，我没事找事儿。哎，你瞎掺和什么东西啊？你干嘛跟过来？我担心你啊。担心我？你懂什么？你们女人什么都不懂，别瞎掺和。你知道他什么公司吗？啊？
往小里说，是他妈是个黑店；往大里说，是黑社会。你的好，这个时候去他的公司当什么会计？你不知道我现在正在搞他的案子吗？他是小事吗？他的头砍他妈十次都不会嫌少的。朋友，兄弟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你干嘛约我到这儿来啊？这儿安静，空气又好。明宇，你是我唯一的儿子。最近有很多人跟我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，我都不信。我不信，我想听你自己说一说。这几年你都干了些什么？你就信他们吧。我干了他们所说的那些事儿。怎么？你真的犯了法？什么叫犯法呀？说你犯法，你就是犯法；说你不是犯法，你就没犯法。你最好别知道，对你没什么好处，会影响你的仕途的。还和以前一样吧，你做你的事儿，我干我的事儿，我自己干的事儿我自己担着，从小就这样，不用你。老爷子，管好你自己，想办法升官吧。我跟你除了血缘没什么关系了。市长，你有病犯了，这药呢？快点！快什么快呀？干什么呀？快点换便装啊！干嘛换便装？有好事儿啊！什么好事儿？你瞧你，带你去了你不就知道了？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好地儿啊！那么多废话，快点换吧！啊！你转过去。哎呀，你再让我怎么过来？哎，你不愿意我带你出去啊？穿漂亮点啊。嗯。
哦，好。哎，小瑞，嗯，那个月光酒吧咱们去过的吧？对啊。哥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这贺新明啊，要去那个酒吧见个人。这有什么呢？他从来不去那种地方。你想，他到那儿去见人，能有什么好事？贺清明这小子，我觉得他肯定会出问题。哎，你平常老到这种地方来啊？有钱的话吧。那你今天带我来，是不是赚到钱了？你想歪了吧？工作，我们来吧。这是我同事龚倩，这是海关缉私队的贺科长。你好。不要了，贺科长，你打电话约我，有什么事儿？没什么事儿，我自己遇到点小麻烦。工作上的事儿吧。以后再说吧。贺科长，你不觉得阿强死得很惨吗？阿强是我的朋友，他是为了和我见面才让聂明玉给害死的，你知道吗？往下说。贺科长，12月3号那天晚上是我和王队到了海关码头查到龙腾公司的走私车的，你也应该相信我呀。贺科长，无论你今天在这儿跟我说了什么，我们都可以替你保密，而且我还可以保证你的人身安全。我不是考虑我自己的人身安全，你们两个这件事牵扯到很多人，哎呀，贺老弟，哎，实在对不起，来晚了。你好，先生，喝点什么？啊，5个可乐呢。好的。没让你久等吧？啊？没想到贺老弟还带来了2位新朋友。王队副，咱们干刑警的，到酒吧里来还习惯吧？张峰，你管的事儿也太多了。习不习惯是我自个儿的事儿，天都市的酒吧都是你们家开的呀？错，咱们龙腾不做这种小本生意。那您是？龙腾集团的总经理张峰。这位小姐应该是刑警队新来的实习生龚小姐，对吧？你对我们刑警队的人员了解的也太详细了吧？哎，不成不成，一直想请你们2位喝酒，苦于没有机会，今天还得感谢贺老弟呀，还是贺老弟面子大啊。哎呀，贺老弟可是个好人呐，工作认真谨慎，但是还是有个缺点，胆子太小。
王定富，来啊。师长，您别再生气了，这样会伤身体的。去给卢柏林打电话，给庞铁玉打电话，让他们快来。我要亲手把这个孽子送进监狱。你倒是揍啊，你打呀。师长，您真的不能再生气了，这样下去会伤身体的。李主，住得还习惯？有点心慌。回到你楼下，你不是答应过要杀了他的吗？你现在居然还养着他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骗我！我恨你！现在都不敢回去了，您说这雷雷是怎么跟上我的？都怪我做事不小心。你呀，知道的事情太多，不是什么好事。记住，以后无论做什么，都要少说，要谨慎。哥，我这不是跟您说吗？您说聂总发这么大的脾气，没事吗？没事，他心里最明白什么事情是重要的。哎，小瑞，啊，该有女朋友了吧？早吹了。啊？哎，你今年好像应该是24。对。哎，多好的年龄啊！你应该去读读书，不能跟着我们瞎混混了。哥。跟您说实话，我一进教室啊就犯困，您呢还让我跟着您吧？什么跟着的？你以为这是你一辈子的生活方式吗？反正我也没有考虑过那么远的事情，
我也习惯现在的生活了。不行啊，这不是长久之计。这样，等忙过这一段，你就去抽空了办个护照。护照？对，办个护照。咱们打打杀杀的都没事儿，跟个孩子过不去有意思吗？上回是亮亮，这回又是贺新民的孩子，我觉得没劲。是啊，但是公司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。那应该找他爸才对啊，那才是咱们应该干的事儿。做事情总得有个方式方法。贺清明这小子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小心点，如果再让什么人给劫了的话，连我们都找不着，那就太麻烦了。嘘，咱们出来说。张峰，这是我的家，请你以后不要再骚扰我闺女，好不好？轻点，今天是你女儿在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好了，好好照顾你女儿吧。